我是宁宇，今年76岁。这是在1957年，我在省吕剧院演出完了以后，周总理上台接见。宁宇老师，您在舞台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，算主要演员吧。平时我是比较用功的，到了40岁，正好那一年招这个导演班。何妮萍那个谁，徐少华是一届，我得过癌症，全身上下5次手术9刀，我要活我就活个有质量。除了那个爱唱歌，回来没事我就做手工，做人物金陵12钗。我很感激我的老伴，非常好的丈夫，非常好的爸爸。老伴老伴，老来相伴，真爱在实际行动当中。我最喜欢唱的是《我爱你中国》，我就想学习，我的一生就是学习。